即时新闻综合报道。美国总统川普访中第二天，今天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川习会，中方端出经贸牛肉，双方签署总值破2530亿美金，约新台币76兆元合约。昨天中，美两国企业家便在人民大会堂签署19条，总计约90亿美元，约新台币2700亿元的中美商业协议。今天中方再端出牛肉，根据媒体报道，双方签署破76兆元合约，等于是习近平送给川普一个大礼物。今天川普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对谈，包括川普女婿库什纳在内的多名美国企业家都出席，双方在会中达成多项经贸协议。中国向川普送出一张能源大订单，包括天然气等，其他包括美国大豆等产品也都将大量向美国进口。川普今天在川习会结束后与习近平共同召开记者会，他在致辞时表示，虽然美中的贸易逆差不平衡，但是我并不责怪中国，并对习近平的款待表达谢意。习近平则说，中国绝对不会锁国，不会拒绝任何想要与中国共同成长的国家，包括美国的企业。他也希望美国对中国的投资者更加开放，大家一起公平贸易，互相信赖。外界认为，习近平对川普给出承诺，代表中国向俄罗斯的能源进口恐怕会减少，此事值得各界关注。不过外界普遍认为，川普此次访中是满载而归。